各位学生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看得到自己吗？啊，来介绍一下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哇，来欢迎你来这里啊！你到底在哪里吗？你在的 in studio， in studio 呢？英文是叫做 in studio， 华语呢叫做什么呢？有准备吗？有准备吗？怎么介绍？你来自我介绍，你叫什么名啊？叫张琪。哎，张。张琪。张琪，好，张琪，你因为你在这个网络视频，我们是现场直播的了。那你现在你的妈妈有没有在看呢、啊？还是你的婆婆在看呢、啊？应该有。妈妈在看，她跟妈妈讲 ：“Hello， 妈妈在这。”“Hello。”Hello， 妈妈，张琪的妈妈你好，我是庆亮。那张琪，你要讲大声一点，那个麦在这里，不过妈妈看不到，不过你看得到对吗？啊，这个麦在这里。好，来，自我介绍，张琪现在是 Brandy 几啊？几年级啊？读什么啊？四年级。我听不到。四年级。啊，谢谢。你要听到你自己的声音吗？有没有 echo 一下？四年级啊？那你是读什么科的？就是你是读就是法律系的吗？还是什么？没有了，开玩笑。在学校有没有读英文？ 有读华语？有。有没有读数学？有。科学、啊？还有呢？体育。哇，体育还有呢？音乐。音乐，好了，我的访问就到此为止。那你准备了一些东西是吗？现在是假期吗？现在？假期。啊，是哈。哎呀，为什么假期你没有出国吗？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了哦。你有忙好、啊，每天要补习是吗？假期完了回去学校就有考试了，就很讨厌的哈、哦。为什么要考试对吗？来，我们发由就是自由发挥一下。你喜欢考试吗？不喜欢，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。对，可以不要考试吗？你觉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不可以拒绝。啊，如果不考试的话，怎么办呢？老师就不知道升谁去五年级了，是吗？以后就不会有好的工作哦。哈？是吗？可能了，好，可能，因为老师会通过考试看哪一个同学有听课啊，哦，哪一个同学真的是有去读书的，是吗？那你今天呢？你准备了一些东西来跟我们分享，是吗？啊，好，你可以把这个放在这边，妈妈看不到的。啊，放什么呢？不要讲了。啊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那我就带你到另外一个空间去啊。你懂 Harry Potter 是什么吗？哈利波特是吗？Harry Potter 不是变魔术咯？那我今天就给你变魔术吧。那等一下你就这样噔噔噔噔，我们就到了另外一个空间了好吗？你会吗？你不要呵呵，我们去不了别的地方了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快点，是，你要噔噔噔噔就可以了。来，噔噔噔噔，哇，很吓人嘞，小心啊，不要吓到我。来，再一次啊，一二三。好了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这现场直播室。那张琪呢，将会跟你们分享他的假期快乐，好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你噔噔噔的位置，噔噔噔 噔，我们不见了，哈哈哈哈，很好笑哦。OK， 对，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他们只能听到我们，他们看不到我们的，好了吗？好了，你就噔噔噔噔，你就开始了哈。噔噔噔噔。不论是学生或工作人士来说，假期是个很好的休息机会。如果有一个很愉快及轻松的假期，我们回到学校或过中工作的地方时，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我非常幸运，在每个学校假期，父母会带我到很多国家旅行，比如日本、马来西亚、澳大利亚、台湾、香港等。我最难忘的是两年前在泰国体验的农场生活。我和爸爸妈妈一家人到农场度假村住了五天，那儿很平静，我只能听到羊、马、鸡和牛的叫声。每天我都可以去喂羊吃草，到河边荡秋千。在屋里，他们也准备许多小游戏给我们玩。最好的是，当我从屋里的窗口
望出去时，风景非常优美。晚上时还可以在天台数星星。可惜现在度假村改成一日游的地方，我真的很希望我和家人能够再回到那里度假。啊，很好啊，哇！那我们都知道你在读稿了哈，那你因为我们是网络视频，让很多人都看到，哎，你在读什么？你在读什么？可以给他们看一下吗？你写的哇，你字体很美耶，来，就是在读这个。不过真的你们看不到了哈，不过我看得到，所以你字体很美。谁教你？就是妈妈有没有教你？哎，你的笔画要写的比较清楚，让老师读了，而且读得很好，他就给你更高分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没有训练呢？以前不是我妈妈教我写字，而是我奶奶。奶奶呀、啊！我写的很难看的时候，她就叫我erase， 不不不不，然后怎么办？要写美美才好。那你有没有哭？没有。哎，妈妈，我就是要接受她的批评哦。啊，对，能接受长辈的批评是其实是很好的，是对吗？然后学习会学得更快，对吗？嗯嗯，好了，那张琪呢？我们现在有多位朋友要上来了，是谁呢？你知道吗？谁呀、啊？不知道。好，让我们看看同学们在做什么。同学们啊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啊，同学们谁再上来？哎，是你吗？还是他？他是谁？你们是他吗？翠月。翠月是翠月吗？好，翠月，快点过来。啊，谢谢你了，张琪，再见了哈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有翠月，我们的翠月朋友。来了，你好，你好，我、哦、听不到声音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对 ，OK， 来，坐近一点，坐近一点，不然，那现在你有朋友在网络看着你的这个，哦，有看着我们的节目吗？还是怎么样啊？有朋友吗？没有，你好，你们叫你朋友看，妈妈爸爸都去上班了，对哦，妈妈爸爸都很忙哈、哦，嗯，那在上班，其实啊，跟你讲，以后你回去了，你跟妈妈爸爸讲，其实你们上班的时候有电脑对吗？你在 www.n988.com 就可以了。他老板不会介意的，因为他看他老板，哎，你的女儿上节目啊，哇，是大明星啊，比郑慧宇还红哦，是吗 ？OK， 不要紧。有没有 Facebook？ 没有。哈，你没有 Facebook 的？啊。咦，同学们，我问你一下，你们谁有 Facebook， 请举手。你看，同学们都有 Facebook， 你不要 Facebook。哎 ，OK， 不用紧了。同学们，等一下你叫就翠月哈、哦，就好、啊，就有一个 Facebook 好吗？嗯 ，OK， 不用紧。你现在准备了一些东西是吗？对。嗯，那你要看着我们的视频啊、哦。那可能呢，现在有很多朋友哦，就像哎，这个小女生啊、哦，她很漂亮啊，她是谁呀、啊？那你要跟他们讲 Hello 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啊OK， 要跟他讲 Hello 一下啦。Hello。啊，等一下呢，你就看着这个荧光，这平面这边哈、啊，就跟他们讲好吗 ？OK。嗯，刚才你看到我们的那位张同学哈、哦，他做了什么东西吗？他变魔术对吗？你要不要变魔术一下？要不要？好。好啊，要就要，不要就不要，不要我们就在 OK， 要了，好随便。来，你会噔噔噔噔吗？很好笑对吧？来噔噔噔噔，快点 ，rehearsal 一次，来。彩排一下，哎呀，你这个没有啦，然后去到那边又回来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屏幕往后面这边换一次啊。那开始了吗？要大声一点，来。噔噔噔噔，还好啦，不过现在我们不见掉了，他们看不到我们怎么办？你要大声一点，噔噔噔噔，然后你就读你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假期的文章是吗？好，你噔噔噔的大声啊，一二三，噔噔噔噔。不够大声，他们不可以。来，快对视。等等等等。假期的时候，妈妈爸爸带我去海边游玩。到了海边，我直接向大海跑去。我在海边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。我有去游泳、玩沙子和在那里野餐。我好开心，真希望能下个假期来。嗯，很好。那我现在人家也看不到我呀，你要噔噔噔的把我变回去啊，快点啊！好、okay. 啊，噔噔噔，不够大声，快推次。陈、大声，
噔噔噔噔。哦 ，OK， 所以有没有，就是学钢琴还是什么的？我有学钢琴。有学钢琴，有学钢琴还这样小声，哎呀，这气死人了。OK， 那我们看另外一位同学啊，哪一位同学将会上来呢？是哪一位同学啊？谁呀、啊？快点啊！是谁？来，永新。永新，永新在哪里？快点啊 ！OK， 这样你过去了，来找永新过来，把他拉过来，快点。OK， 永新啊，崔雅坐下哈，先坐下哈，不然等一下看不到哈，永新在读，等一下你读啊，你要看着 ，OK， 看到吗？我们在讲话了，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讲话呢？我们在这，有没有吓到你？OK， 你要看这边，妈妈有没有在看？好像你是那个位，不要跟妈妈讲，不要跟妈妈讲，也有不好的 ，so bad。那以后你回去哈，以后你不要去，你有没有玩 online games 你知道？网上游戏，老师在你还讲有玩？没有。没有哈，对，没有。My real， 有没有 Facebook？ 有。有啊 ，OK， 以后你上 Facebook 哈，记得哈上什么呢？也是来www.in988.com in988.com，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会在这里跟你谈天啊。其实我们现在呢有朋友在跟我们谈天的，只是我们还不晓得是谁了哈。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去看，可能有一些家长，那家长们呢，如果你们在看的时候呢，这里呢是有一个在哪里呢？不是这里，是这里哈，这里翠月的这个角落头这边哈，有一个 chat with the VJ， 好，那家长呢，他就在那边 chat with the VJ 呢，按那个青色的那个格子呢，他就会可以就输入他们的电子邮件呢、啊，然后他要打什么，要跟你沟通什么都可以了。嗯，你现在你要读什么？快乐假期。永新啊，永新要读永新的快乐假期。那你的，对，你要大声点呢，听不到。现在有人讲，哎，我听不到哎，永新在讲什么，我听不到。你要讲 hello， 跟你的朋友，你有些朋友在外，就是我们的 in studio 外面看，对吗？你知道哪一位朋友在外面吗？你的朋友？不懂。啊，不懂。你老师在外面吗？有。啊，你跟老师讲 hello 啦。Hello。哎呀 ，hello 老师，我是没有玩那个网际网络的游戏的，这样啦。没有啦，开玩笑啦。有可以玩，做完功课、念完书了之后才玩，对吗？有时要休息一下，对吗？好，不用紧。那现在你准备了你的假期的这个文章是吗？你懂啊，播报啊啊！等一下呢，有些朋友呢将会来这边播报新闻哦，是不是？你不是啊？不是，你要播报新闻哈，你不可能是把稿这样拿着读的，对吗？今天的新闻是不可以的吗？对吗？所以这样，你现在我把这个放在这里哈。不过有时你读完了一个句子呢之后呢，你要看着这边荧光幕，然后就下来读，可以吗？好啊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放看到吗？有戴眼镜吗？没有啊。OK， 记得我们要做描述了，怎么做？哎，如果你什么同学们，我们要做魔术了，怎么办？好了，同学们，看到你们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做魔术是怎么办？噔噔噔噔！你看，多大声啊 ！OK， 同学们，多一次啊，一二三，噔噔噔噔。哇，你看永新他们多好啊，帮你做魔术了，那你自己要自己做了哈，他自己出现了哈，准备好了吗？然后你要做什么呢？把自己变回去呀、啊。一二三，噔噔噔噔，听不到啊。一二三，噔噔噔噔，好了，来。对我来说，有没有出国不重要，而是在假期能睡到自然醒，不用被那讨厌的闹钟铃声吵醒。睡到自然醒对我而言是世界上最幸福和快乐的事。好，完了。哎，你要把我变回去啊，你都没有把我变回去，我怎么回去？你要怎么办？不走。你会做魔术啊。噔噔噔噔，太小声了啦，变不回去啊，救救我啊！噔噔噔噔，要啦，永信，哪位同学讲永信肯定摆在等待？来，我们变去一个同学了，哪位同学？米娇。哈，永信快点！噔噔噔噔，没有啦，没有，最后是这样才来，多一次，快点，快点，噔噔噔噔，耶，我又回来了，永信要大声一点，你提到一个很好东西耶，睡到自然醒。
没有想到是什么自然醒，就是你从晚上十二点这样睡睡睡睡睡睡到什么是自然醒？是不用被人家吵醒，就是你要每天都被人家吵醒啊！哎呀，可怜了哈、哦！下一次有别人在吵醒你，你拿你个拖鞋那跑他的头。这样，如果假期的时候没有人吵醒你吧？没有。哦，就睡到啊、哦、天亮了，哎呀，不用紧，还可以睡哦。啊、有没有经历过就是？已经是星期六了，你还以为是星期五，那自己把，然后怎么办？我自己起来以为是星期五，要去学校，以为我迟到，就快点去叫我妈妈起来、啊。然后怎么办？就我妈妈就跟我讲是星期六，就骂我为什么要把她吵醒。那、啊、你看你妈妈没有自然醒，啊，哎，可以了嘞，拜一到拜五妈妈吵醒你。然后拜六你知道怎么做了啦哈 ，OK， 睡轻一点啊，不是吵醒妈妈啊。好了，那下一位同学呢？有多一位是吗？准备了一个文章要。嘉儿是谁？哦，是在那。好了，谢谢你啊，永兴，来、啊，快点把嘉儿拉过来。那嘉儿是 Cheryl 对吗？我看不到你。Hello， 你在哪里 ？Hello， 把提高一点哈，你们 Facebook 没有？你又是没有一个 Facebook， 你懂啊？现在还没有 Facebook 是个怪物嘞，以前有 Facebook 就是怪物，现在没有 Facebook 怪物，你是不是怪物？不是啦哈，这样可能你一直要很努力的念书是吗？没有时间 Facebook。好，那为什么讲 Facebook 呢？因为就是在 Facebook 上呢，你会得到一些讯息，好像我们节目有时呢是教导我们同学呢怎么养成一些好习惯啊，怎么利用传统的秘方啊，这样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们会在这个 Facebook 上呢，我们的就是有关就是1988的官方 Facebook 呢，就是 www.facebook.com/1988 呢，我们会介绍一些东西哈。那你有 Facebook 以后就 add 我们啦哈。好。小荣，我们还是听不到你的声音。不过你快点做魔术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空间了，可以吗？一二三，噔噔噔，这是没有声音，他们看不到我们。大声一点，噔噔噔噔，不可以。来，同学们，你教我们的 Cheryl 同学怎么做吧。一二三，噔噔噔噔，你看多大声啊！他们帮你把你弄到出现了哈。我还是看不到你嘞，要凑高一点，不然你站着了，站着。Okay. 一二三，站！耶、yeah! ，我们看到你了，好，你不要特别。那当然我们知道了，我们现在因为你们头低低的读，我们都知道你们准备了一个这样，不用紧。那我就让你这样读，不过你看这镜头。哎，妈妈有看吗？不知道。你们打电话给妈妈？没有。刚才没有啊？没有。妈妈有没有做工？有妈妈在，就是讲妈妈在工作的时候呢，前面就是一个电脑嘛，对啊。然后电脑前她就可以看来的什么地方呢？就来 www.1988.com。OK， anyway， 开始了哈，你要等嘞。啊，不要了。啊 ，OK 啦，随便了，你读，我就在这边，我才看着你这样，要不要 ？OK 哦。好，开始来。假期是。哎呀，看不到你。OK， 这样读。对啊 ，OK， 读。假期是快乐的，开心的。我的假期为什么是无聊的？我真的希望能够到云顶去，没想到我的希望变成真的了。记得那时候，爸爸对我说要到云顶时，我开心的手舞足蹈，对爸爸说：“谢谢您。”到了云顶，我们首先入住酒店，放了行李。再到餐厅用午餐，吃饱后，爸爸就到游乐场的柜台排队买票。游乐场人山人海，每个游戏都要花上半个钟头左右。我好不容易的把我喜爱的游戏给玩好了，看看手表上的时间，发现时间也不早了，便回去酒店休息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在酒店的餐厅里用了早餐后，便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云顶。哦，你是去云顶啊？啊，六月的时候啊？不知道，不记得。
忘记了，那这个很久以前的嘞。啊，这个很久。为什么同学们都是写的？你用电脑打出来，然后再印出来是吗？我懒惰写。你懒惰写啊？啊。哇，你厉害啊！你几岁啊？现在会用电脑？看。九岁半啊！哇，为什么没有 Facebook？ 奇怪。OK， 下一位同学是谁呢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这个是播报新闻吗？啊，还是怎么样？啊，快点了 ，OK。还有哦，静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。好了，静怡，静怡来了吗？你要做魔术了，快点来，一二三，噔噔噔噔！哇哇，厉害！静，不过你要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。那来来来，就这样啊！哇，快乐的假期，来来跟我们分享快乐假期。一来，噔噔噔噔就开始了哈。来拿着拿着，看这荧光物，妈妈有没有在看？有看啊 ，Hello 妈妈。嗨 ，OK， 来，等等等等了啊，一二三，等等等等。然后呢？假期的时候，我去了香港。我每次假期都会去香港的迪士尼乐园。大声点！我到香港一定会品尝那里卖的食物，我也喜欢那里卖的衣服。每一次从香港回来，我的行李都会装满了衣服。我和妈妈都会一直买到不停。我希望我可以再去香港游玩。好了，很好很好，我就在你后面啊，你看谁呀、啊、来，等等等，把我变回去，等等等等啊，太棒了啊，香港我也喜欢去香港耶。嗯，你买了什么东西啊？衣服。衣服啊、嗯、哎呀，有没有什么吃的？下次去香港记得买老婆饼给我哈、哦okay, 好了，那现在是不是有两位同学要播报新闻的呢？对，来，我们有请他们两位过来。哦，播报新闻哈、哦，来，两位同学，那我们呢将会把这个 in studio 呢变成就是直播室呢，让你们两位播报新闻了哈、哦。那是谁先播报？你们两个一起播报新闻吗？是两位一起吗？对，是吗？这是他一起，这个是他自己。好的，好的啊，无论如何哈，那。现在呢，播报新闻呢，主播呢是有两有是有条件的。你看，我会给你们椅子坐啊，哈。那播报新闻的时候呢，你们可以读稿，读个稿时，当然你要记得你们的观众。好，那记得现在那个荧光幕是在这，是吗？对吗？那你们就要记得了哈，跟你们朋友沟通，然后播完新闻叫他们记得来 www.facebook.com/988 是吗 ？OK， 没有了，开玩笑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就进入新闻时间了哈，好了吗？好了，来，我们进入新闻时间。各位同学，儿童节快乐！欢迎来到1988国际台，我是云儿，我是明卫，为您报告新闻。中国卫生部发布了0-6岁儿童营养的报告，全球5岁以下儿童因为营养不良死去的比例达到35%，而当世界上大多数儿童享受着幸福童年，许多加沙的小朋友在冲突中受伤甚至死亡。除了战争、疾病，既然灾害也正夺去孩子们的童年。这几年美国更出现经济孤儿，很多孩子的童年都不快乐。全球300万儿童并为了一点点食物卖命卖身。虽然这样，在孟买的贫民途中，这里的儿童没有玩具，但他们依然笑得灿烂。新闻报告完毕，谢谢。哇，很优秀哈、哦，两位同学，来来，请你们来公司坐在这边哈、哦。那我们要回去一下。那刚才哈、哦，刚才要跟全部朋友就解释一下哈、哦，我们刚才不是罚站你们两位哈、哦，不是罚站对吗？因为很像是罚站这样啊，不是啊哈。那你们准备，你们用多久准备这一份新闻啊？两天的时间啊，哇，厉害哦，很好很好很好。那
那现在呢，我们有另外一批同学，他们要进来我们的这个1988 Studio 的直播室了哈。那我们，那你现在去，那我们的同学，你们都看到我们吗？哇，你看你们同学都在那了哈。那你们两位跟同学一起来跟大家 say 拜拜，我们另外一组同学要进来了哈。来，一二三，大家 say 拜拜。拜拜。